还是关了吧，感觉要爆炸呢。几点了？这俩小崽子咋还不回来呢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小崽子。老陈头，老赵头，咋说话呢？我是小崽子呀。我以为咱家那俩小崽子呢，你哪能是小崽子呢？哎，你是老犊子。跟谁俩呢？你闹笑话，你闹闹急眼。有这么闹的吗？你咋来了呢？这不嘛，过年了，我儿子从海南呐给我带了点海鲜，海参、鲍鱼、龙虾啥的，我自己个人也吃不了啊，所以呀、啊，给你送来几张熏肉大饼。你看，好了没？说说就急眼，你还说别人呢？能不急眼吗？哎呀，这里边都是海鲜，都是给你的，这还差不多。送完了啊，走吧。你瞅瞅你，我刚进屋就撵我走，这不过年了吗？我怕你一个人待着没意思，过来逗你玩会儿。让你逗我呀？你和我孙子还真就比不了，我孙子咋逗不急眼，你一逗就急眼。真急眼！你瞅瞅，你又来了，我不怕你孤独吗？过来陪陪你。话让你说的，就像我没有儿女似的。别提他们，别提他们，给我来气！什么玩意儿啊你啊？他是什么玩意儿？那几个孩儿啊？那几个孩子？咋的了？不是我说你啊，让他们干点什么不好，非得当演员，一年到头能回来几回？回来那些回干啥？回来一回正好。犟，谁敢那么犟呢？我就犟咋的了？行，过年了，送你点好东西。看你家门上光不出流啥也没有，送你副对联。这叫好东西啊。嗯，这么眼熟呢？刚摘下来，去年在家门上了。这尝尝尝尝尝，又急了，先给你买的，祝你新婚快乐。啊，祝你新春快乐，过年了把牙聊起来，乐呵的，乐呵的，记了没？挺乐呵，哎呀，来就不乐呵了啊！家这玩意什么玩意？老陈头，我是不是得把门带上？出去！什么玩意？老赵头，吵一辈子架了，哪回吵架不是让我给他 KO？这回倒好，他把我 K 了，玩玩来。这都几点？孩子咋还不回来呢？咋了，爸爸？停！你谁呀？爸，是我。哎呀，你咋这打扮呢？这啥呀？这怕有狗崽吗？别怕有狗崽了，家里猫崽都送人了，就我一个猴，怕我不？爸，我说的是狗崽，对。对，我说的就对。咋样？稳当点。瘦了，姑娘。打的。谁打的？哎呀，打的瘦脸针。哎呀，你不懂，现在流行，而且都打这个。他们打不打我不管，打你就不好使。好消息。啥事啊？我要火了，爸。你要疯了吧？是啊。我不是参加一个选秀节目吗？啊，晋级了。别跟我提那选秀节目，一提那个我就来气。咋了爸？还咋了？你说你个学表演的参加哪门的歌手大赛呀？参加歌手大赛也行，你是唱啊，你那是嚎，你嚎也行，
为啥你嚎完之后还说你父母双亡了呢？我那不是为了让评委可怜我吗？要不我能晋级吗？再说你爹我都能拿冠军呢，怎么的呢爸？还咋的？我活好好的，让你给说没了，我可怜不？哎呀，爸，你都是假的。后来我又跟节目组说了，说我爸又复活了。我是圣斗士星矢啊，还是你集齐了七颗龙珠？我说活就活了呗啊！爸，那可能是我考虑不周。那要不这样，我再给节目组打一个电话。干啥呀？我就说我爸又没了。拉倒拉倒吧，当回你爹还得死去活来的。问点正事儿，去年交代你那个事儿忘没？忘了。哎呀，生气也别生气，激动啥？我这处了。处了？快快快！他干啥呢？医生。医生好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一生啊，就希望你找个医生照顾你这一生。啥也不说了，姑娘。啊。我这一生啊，这你算是给我了却心愿了。爸，你高兴不？高兴啊。爸，你高兴，我就高兴啊。高兴了。那咱跳舞吧。啊。爸爸爸。多大孩子了，都处对象了，稳当点儿。不是我说你，跟你哥学学，知道不？跟他学啥呀？跟他学天天当替身呐、啊？你是一天天啊？哦。我是说，你哥从小到大就特别的稳。是这样，我这刚拍完一个戏，太入戏了，还没出角色呢，还。七样，还出角色？就你拍那个戏啊，夹过，夹。跟你说，你也不能懂，我小妹儿明白。啥不明白？你那戏不行啊、哦。哪个戏夹过夹呀？还哪个戏？前天有一个你被炸飞那戏就不行。我哪个戏他不被炸飞？喂，你看你慌我吗？不是，工作嘛。过来。小时候我就培养你学武术，让你当替身呢。啊？我闻着了，你这炸。小时候学武术，跟你报班的时候，爸是怎么说的？记着没？记着。咋说的？你说这80块钱别白花。吧，我是告诉你，强健身体，保卫自己，锻炼肌肉，不被挨揍，这家可好，都干飞了。那也是为了艺术吧？你拉倒，是不是？你少扯，坐下，说点正事儿。这啥呀？爸，那个去年交代你那个事儿，忘没？没忘。看你哥。啥事儿吧？哎，打脸哈、哦。你高兴的吧？我正想跟你俩汇报这事儿呢，你儿媳妇啊，你嫂子怀孕了，有了啊？咋、哎、男孩女孩啊？刚怀上是吧？现在还看不出来，但是我估摸着呢，男孩的面大。好啊，男孩好，但有一点啊，啊，这孩子得像我儿媳妇儿。怎么的呢吧？像你就磕碜喽。我也担心这事儿随根儿的，我也怕着。我起来，逗你开心的吧，我们都是美男子，好不好？坐。甭管怎么说啊，但我今儿是挺高兴啊。你看你小妹儿也是处对象了，你哥也有孩子了，爸没别的，看着没？
哎，大红包，一人一个。爸，哎呀，爸，你收好。我们有钱啊，留着。你看我们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？来，爸。花这钱干什么玩意儿？哥，你把我包拿来。来，这俩大兜子你是？爸呀，啥也不图，都是好东西吧？一年回来一趟挺好。爸，这是我给你买的貂，防寒的。爸，这是我给你买的酒，取暖的。爸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包，国外的。哎呀，爸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包，上网的。爸，这是我给你买的鞋，增高的。爸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剃须刀，防水的。爸，从今往后你就穿着貂，挎着包，脚踩内增高。哎，手里拿着刀，怀里抱个猫。啊，你俩净作妖，你赶快都收起来，都收起来。都装起来，哎呦，你俩呀，我跟你说，一年回来这一趟啊，爸就高兴了。来，这都收起来，哎，都收起来，这么的，回去啊，上屋里头给爸把酒拿来，陪爸喝两盅，行吗？行，得了，你等啊，你等会儿，我再给弄俩菜啊。爸，等着我们啊，爸。哎，快点回来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快点的，等你呢。还是关了吧，感觉要爆炸。姑娘，儿子，这么做的，几点？该回来了。喂，妈呀，儿子到哪了？咋的呢？那个陪我吧，爸，我跟我哥在一起呢，可能回不去了。礼拜天我才能回去看您。啊，那就不回来了。